们的 Spear 和还有 Nigo， 对 ，Spear 是用那个队斩，然后尼姑用他经典麦克。对，那我们一起看看，村街和街道，看一下吧，这大概是什么样的。然后攻击攻击。现在 Nice Spear 想要做什么？还是体连，然后贴一个体盖吧。对，他其实 Nice Spear 现在要等一等，是他的一个就是连招的时间。对，队长我觉得还是说一个偏向连招的。是。好，来了。Nice Spear 有一段吃了他很多套 Death 连。是。第二连。第二次，这个第二次是太漂亮了，这个第二次太狠了。对，这其实第一次中也应该死了。对，第一次中的，但是第一次是因为他没有就是太意识的，对，所以就是，但是 Nigo 也不要人，直接攻上，对，直接。好，那现在是对手都 OK， 没问题。然后现在刚才尼姑的优势龙，对。尼姑的这个土币手边到底要怎么过呢？就是每个角色不一样，但比如说攻击判定没有的角色来说，还是比较麻烦的一个就是土币的手边还行，但是这个土币是没成功的话，可能手边是比较会失败，所以就这个可能注意。但是我又一直想问，他就是说。他那个普币往下戳，那个算两针，我老感觉他是把片往下戳，应该是算两针。我觉得针数窗口会大一点。对，因为他的那个他的攻击范围比较大，所以就是对他的两针还是比较好抓的。对，好一点，好一点，对，不一定，他也拿对。漂亮的横踢，不撤不横踢，对。哇 ，Shine Smash， 但是这个地团和艾克，来一下，哦，空位，这个空位太漂亮了。对，这个空位确实特别漂亮。感觉现在尼姑有点不太会处理了，应该是。尼姑现在要考虑的事情是，可能要还是有一点防守一点吧。主要对，因为他等一点，对手的因为艾克比较慢，然后队长都特别慢，对，所以就是先等一点，然后有机会等一等。马老师如何看这个 matchup？ 就说这 matchup 其实我觉得还是队长好，虽然是他的那个回场稍微麻烦，但是我觉得队长是不太喜欢是一般的速度的剑角色，一般的速度，对，但是像露西娜，对，他不喜欢，但是就是。尼姑的艾克是不是一般的速度，很重的那个速度的。再来一下，哦 ，MS， 哦，漂亮漂亮，所以就是抓到一个两针。对，然后手边的话肯定会就是手边轮是其实尼姑的那个艾克更好一点。对，马老师能帮我们拿一下我的水吗？就那个东西。尼姑给你脱衣服啊，这段。啊，谁？暴衣不行了。暴衣了，好。啊 ，sorry。他们现在是圣者还是败者？圣者。然后我待会儿打谁？我在哪？我在这儿是吧？那也。看看。他们俩好像都是专精，就是说没有负面什么的吧。他们主要是场内的话，可能两家都有好的。主要是阻止回场方面，肯定其实队长是不喜欢艾克，就是攻击范围大的阻止回场是队长真的没办法。他的上臂虽然他容易移动，但是还是对麻烦。我还是觉得这种时候抛出一个比如说什么就是什么比如说特别怪的角色可能会好打一点。对，好，那 Nice Spear 选择是卡洛斯。都很专一，都没有说什么别的什么负面呀、什么的，都是一个角色用到底。对，卡洛斯对，就是比较麻烦一点。卡洛斯就是立绘空间大一点吧。不是，他是立绘空间之外他有那个墙壁跳，
这个墙壁跳是对队长来说还是有特别好。我看 Max Beer 很喜欢在场外做一个墙壁跳的。对对对对，所以他的回墙加上比较可以比较好一点。Max Beer 现在打的比我就是我之前先在那次他减少了跳很多，就力回变得更好了。嗯，现在 Max Beer 是每次的。这个上 S 要中的话能死。上 S 啊？哎，对，刚才那个上 S。不一定吧，还是艾克很重。走失的话，我觉得会死。对，因为在场地的这个上边也很，就高高的平台的话，但是八十应该艾克也的话可能不会死吧。艾克还是算是比较大的，重一点的角色。走，漂亮。哦，最后一下，再来。这铁皮盖，又是能大二度了，把你 Justice。但其实我看他那个空间好像都是最复苏。假如说第一个空间是缓冲的话，应该可以打到吧？嗯，对。但是这个哦，漂亮漂亮。对，这个回来的方法是漂亮。但是哦，对，还有艾克这个大变。艾克其实这个上就是空上还有DA 还是他的那个能力特别强。好像世界第一艾克也是特别喜欢摸空恩。但是问题是世界第一 IQ 是谁呀？啊 yes。 但就是主要是我不知道他的一个成绩。对， IQ 本身是能力已经足够的挺好的，但是这个游戏现在是比 IQ 强的也越来越多，所以稍微 IQ 他还是本身自己速度太慢。对，速度慢的话需要有很多技巧，但是艾克本身不需要那么多技巧的角色，所以艾克本身就是所有线人我都感觉偏基本功一点。对的。哇，空后。对，刚才就是 Nice Spear 等了一会儿。对，如果我特别着急的话，那个现在就已经死了。对。这块我没有理解。漂亮，上空上。但是像你就是说艾克的下头空上这个镰刀能躲吗？还是不能躲？能躲，能躲。往外空闪吗？往外空闪，或者有一些百分比是确定的，但是能躲能躲。对 ，OK。漂亮，再来。空，这个情况。哦，上次吧，如果成功的话，毒的很狠。对。还是不太好打，我感觉。对，我操！然后发个 punch， 这个全了，错了可能。有可能吧。发个 punch， 如果成功的话挺好。哦，空后应该没死，但是再来。哦，说到。对。哦，还没死，因为感觉艾克那个上臂出刃挺难处理的。好，就打了吧。啊，这个有点可惜。那这个着急就死了。太着急了。好。啊，大家还在这打可以吗？嗯，我和沙亚卡啊，等一下啊，沙亚卡是谁呀？过来。